我的不是可牛是排，我没有买那我个，们要我都进买。射出去吗？他们盖什那你么加盖什分么？要放哪边？加分要放哪左里？边好了，右边都是放绿宝石哦。好，那我这边好，放加分的。我好，买一我下放绿宝了，石一汪个。汪，麻烦一下。这样，放压力板我啊，先上激一个活吧。的。我给你。好，压力板。那是连续两个吗？连续两个。可以啊。好。因为靠近自己家这里应该就还好。好，插那个了，插激激活用火，我可以买一个。我有激活。哦，你说那个、啊？对，要绿宝石激活。可以宝先石，绿买宝一石。个。要几颗绿宝石来丢给你？好，OK。我觉得最一开始就是左右两边一定要延展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他们盖过来。比方说，他们就直接在那里盖一个巨壁，就可以跳过来了，对啊，所以要小心。啊，还有附你觉魔，得怕西瓜附魔。？NPC 哦，在想这场，再看要不要当吧。什么 NPC？你们刚刚怎样啊？我们还有一个哦。没有啊，我刚刚就固定站在西京燕那边，然后帮忙弄我狗跟左右相反，好讨厌啊！哦，你所以是不一样哦。方向不同，对啊。欸，小雨，那个小河蟹我放箱子哦，你去弄。好。我再放一些岛，哦，来吧，我来吧。战术，去避。喂，还有要绿宝石吗？小雨你要。哎，感那个什么加分的那个感觉可以再放一个，我们那边再放。少一个，对，加分那个再放一个核心激活。哇，对，还有有三需要十二个铁铁。绿宝石啊，绿宝石去激活。我没有那绿那个宝要石，铁定，要铁掉。激几活？个？你说？哦，你先进去。那个是加分的，加分的是要铁定的大核心，你说开关还是什么？没有嘛，红大核宝，心，红石砖。哦，红好石贵砖，哦，贵死三十二个铁。那我买一个，我我买一个哦。哎，好，你买，那你就直接买。小核心现在只有一个了，对。那我把剩下两个买回来。我把附魔的换出来。OK。哎，他这个可以不要用藤蔓吗？走过去很怎么？慢。谁把西瓜放这里？哦，不好意思，我放的。那他们过来就顺便会补吗？他们会补吗？会，我们试对过。啊，这个西瓜不行哇，啊。汪汪哦！来，那有时候西瓜要小心。这里是我的打工区了。打工去，打工仔，打工仔。对。我这边有放那个桥。我们率先放两座桥，好啊，OK，好旺他旺，附魔就用有啊，我现在在吸经验，等下可以帮你们附魔。打工仔，我打工仓库仔，也全部都有了，是不是？Good。好，你这样就然后是铁还要再多吸吸，分数有反超了，可以了，control，还反超这么猛？哇，因为他们可能只有放一个加分技应该能只吧，我放们一放个。两个，对，我们放两个。西瓜焚烧，再问一下，刚刚你盖这个白色的东西是干嘛的？来，哪一个？打工仔，就是这给西你。瓜带来的东西。哦，那个就是路，它可以从下面走，也可以从上面走，你要付保护还是防当做是桥啦，因为它这个桥感觉最好走，保护。比较平面，其他的都可以是躲高下的面啊，你要哦。爬。对。因为这是陷阱，想从下去，人走原路上来。下去之你所以不付能吗？走，是因为中间桥出现了之后，它下面就会被卡住，哦，给你，就刚好那个玻璃卡到它。了对，解，莫怪，你还有什么？我们现在要不要绿宝石先存着，六十偷偷四换可另一个。以让铁资源再提升。好啊，好啊。我们先看看那个时间点会怎么算。但是它那个好像存到仓库才可以用，不能直接拿在手对啊，上。对啊，对啊，它现在就是存在仓库，就先不要领出来。哦，有看到，有看到了。战但是它神还是核会额心，外掉出来，还是可以捡一什下。么意思？我真的不懂。它的仓库在，在哪哦，里？在右边的我那是个太分数快不板懂。上，地会掉下来，上面也会分存数出板去。上那个繁面。星有没有看到右边积分我知道啊，它是掉下去就沉进去，是不是？所以就不要站人，不用站拿。的，那就不用应该站就人。那是多拿出来的绿宝石就拿就可以用，就可以我用。也先去换送装，进先去换去。装。哦，来看下一波。64个。哎，对，它会存，对所以吧？你捡了就不存了。哦，
存会比较好吗？会有利息吗？先存到可以拿去，就是加速、啊、一开始一组的绿宝石可以让铁提升效率哦。我们需要多一点。就是我们刚找不到，就是、在我们后面这个很隐秘，不知道为什么要藏在、嗯。我们刚刚就是找到那个，可是不知道怎么存，然后最后才知道，啊、是可是也来不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找不到那个去哪里。没关系，都是一样，都没用到，非常都懂了。好。反正是600秒有桥嘛、嗯、在那之前先整装一下。嗯。蓝队仓库目前还没有动静。要帮你附魔吗？我就这个跟这个。好好好。啊你要附魔吗？你要附魔吗？没有。哦。哦要有一个是。我干脆我这一套就给你好了。那、啊、你不要。好。没关系啊，我可以免洗啊，反正免洗不会扣分啊。好，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可能会玩那个巨币战术哦。巨币？就满满的巨币。满满的巨币？因为刚刚就很喜欢，就是大大的。他很喜欢大大的，大对他超爱大的，他都用大大的害对了。他喜欢大大的东西。对，哎、欸，连接了。开始了。哦，300秒，我记错时间了。哎、欸，你们有没有办法？有小雨啊。20来了。免洗一下喽。他又走了。有装备的，有装备的要来挡一下啊！没有盾。那巧克力你要不要装备啊？我这边当打工战士。团有装备，团来了来了，全部都来了，超多人的。哎、欸、哎、欸，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等下真的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帮忙！他们抢第一波，那个哈基冲进去了，哈基冲进去了，没问题，复活在上面。对对对，不要让他爬，团团你死光了。哈基。哈基哈基哈基，他一直想爬。20也上去了，20也上去了，爬上去了。我的武器没有提升。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哇，经验值全喷了。哇！有干掉一个，我干掉一个。你们的可能哈基哈基哈基在上面，哈基在上面。来下去下去。啊，你们先打，我吃个牛排。哈基下去，有核心，我现在暂且守住。哦，捡哈基的装备，捡哈基的装备。好，捡一下，他死掉，他死掉，刚刚回去了。OK OK。好。没关系，没关系。刚刚一开始我们没有记错时间，算好那个时间点。嗯，时间啊，经验值重新累积啦，好吧。至少没关系，没关系，他们的装备都是血洗一波了。嗯，他们又来了啦。还有刚刚有装备，锋利剑，锋利剑，有赚到一套装备就是。杰克，杰克，杰克，我在上面守，我在上面最后的防守。啊，他们的那个加分，他们想要弄掉。核心打他打他、啊、哇真的都挖掉了、欸、哇太快了那个挖小核心挖很快是不是对所以靠近核心附近要有一些比较难走的路嗯哎、欸、打他打刚刚一定要死刚刚一定要死啊被打回去了可恶小核心补了吗还没还没小心三个绿宝石！哎、欸、哎、欸欸、你们居然都不在了！我刚刚在拦截杠杠啊，你们全部退回去了。哎、欸，我们仓库可以买那个，可以买加倍。赶快赶快加倍，先买先买。加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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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在中间啊，原来是你追过去了。有有加倍加倍，铁之刃加倍，可以买核心了。绿宝石现在尽量用尽量用。好，好，那我先去买一下弓。仓库也会有很多绿宝石，我有放。先来放。先买个弓，不是啊，我要放加分的那个，加分的都被挖掉了。我要先把那个补回来。好，我把绿宝石放一下。加分的，我先顶住。加分的是要用哪一个？大核心。过来了，没有没有，哎哦，加分的是大的，32个铁。加分是大的，32个铁超贵。哇，还不够。烫，烫。可以吗？可以吗？哈气，哈气，哈气。太多人，太多人。不是啊，在西瓜这边打啦吼。这是他自己的出场，对啊，要把他打出去。哦，汪汪，真的是哈、哦，对不起，没有他西瓜，他在这里太强了，这在他的领地耶，优势长坡。哎、欸，所以摆了吗？先问一下摆了没？还没，还没，还没，还不够。好，你们溜一下。我去摆，你们先在西瓜那边打西瓜。今天挖掉也没差了，他挖掉是帮了我们，因为我们不用存银行了。呵呵，好，没有啊，是分数的那个啊，是分数呢、嗯。对，分数那边我可以换一个了。分数那边要两个。这个打不死有点痛苦。好烦躁、啊。这边再买一个武器。
把装备打爆算了。他好像吸血鬼啊！西瓜在自己的领地太强了，太强了啦！没办法，这没办法啦。嗯，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可不可以拆掉？巧克力要被打了。我知道，不，没事没事。啊，跑回来了。我没有再管他了。怎么打？哎，我把他打过去了。打出去了，打出去了，打出去了。等一下，买了没？买了，还没，还没。啊，你们放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他死了。还有一个铁还不够啊。还有一个铁不够。啊，终于，终于，终于，没关系。等六百秒，要守一下，要守一下。也有搞，你们也可以，也可以免洗冲过去挖掉他们的。他们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他们。的，反正一块钱可以换五个狗。好。这个想搞好便宜哦。箱子有很多绿宝石哦，都可以尽量用。然后我再去补一下那个核心，把他打下去，没打到，那可恶！哎、欸，我来帮你，我来帮你。要防守、哦，不要再漏喽。怎么了？没有，一直在守。挖挖的。好，他们全部都来了，压过来了。啊！隐约是去了，压过来了吗？中箭手，对他已经到，已经到，他们已经到白色领地了。哇、哦，他们进去了。完了！哇哇，到西瓜这里了，输定了！哇，他到西瓜这了！哇，没没没！哇，重点刚刚还有一个，哦，杰克掉了哈！杰克掉下去了，杰克掉了！啦！小核心，哎，声东击西，小雨，喂，哎，快一点点，快一点点，喂，鸡眼，挖掉一个，后面一个，后面一个，哎哎，这不能挖，挖掉了，挖掉了，挖掉了，漂亮漂亮漂亮，挖掉加分的了。对对对，欸、他们现在也没有加分。我看我看，啊，好累、哦，我先去放核心。好，黑曜石哦。啊哈，那个小核心是黑曜石，力量效果、战神效果也要有那个铁的。好好好，大的核心。你们两个碰它，你们两个碰它，好烦、啊。好了好了好了，我刚刚那个搞大搞不是小搞。又有人来喽，杰克又想来，干什么干什么，下去。中央要爆了！我想要爆了！砍他！我砍他！战神的在那里呀、啊？右边，右边，西瓜右边，这样就可以去西瓜那边有战神效果，再来砍他。好好好，往你先打他。我放了。有战神效果。战神效果。我怎么没有？哦，有了有了。战神里面就有了。哎、欸，他被困在里面了！有有有，我力量效果一，还不错，还不错，还行还行。那他也会有才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核心是我们的、啊、哦。团团，你有？所以有的是全体 buff， 有的是单体 buff。啊！对对对，不是不是，那个核心是放谁的？就是谁会有的？哪一队？所以西瓜是没有核心就对了。对，西瓜是都有，对。没有核心哦。他要有战神，就要到旁边那边，我看一下要多靠近，要跳到里面才可以哦。中间那一块。对，中间那一块。三层三。好，没关系，慢慢了解。武器伤人。哈哈，被花季看到了。哈哈。我刚躲在他们那边的白色通道水池里。我偷偷藏在那边。那个打空斩。我们需要打工仔来了来 了, 來了，打工仔刚回家，我刚一直死了，你有没有看到我头中一箭？嗯，没修。哎呦，好，那我看一下哦。嗯，站在这边不要动了。不是应该要一直付吗？因为等级高付的反而不是。没有啊，我刚刚原本等级级很多，但是我一直死啊，因为他们一直来，没办法，一直来。他们刚来。我的意思说是等级就直接消耗的意思啊。对啊，直接没了，直接耗掉。不用等高等，就是付基本的会不会比较好？应该是说你们刚刚大部分都基本都好了啊，我想说我等高一点，我可以付高级的。滴滴滴滴啊，没关系。别装啊。箱子我有放那个保护衣的装，你们可以拿。我等下换。防弹的，好，那保护给我好了。我当防弹少年。防弹，嗯，好。